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今天晚上精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你们拿出你们最大的热情，发出最响亮的欢呼以及掌声，送给双方球员。现在跟着我一起来为我们的主队加油，我喊福建队，大家喊加油，我喊铁观音，大家喊必胜，福建队，铁观音。福建安溪铁观音队场上队长八号，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我们的热身开始了，热情提起来，福建队，福建队，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你们的热情提起来，为主队来加油，福建队，福建队。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的加油，福建队，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深圳队场上队长五号，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热情提起来，福建队，铁观音。高家园。Here comes the, here comes the, here comes the, here comes the。现场球迷朋友们，各队先声夺人，我们的热情提起来，福建队，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on every corner. Doesn't mean I'm wrong.
陀螺，我喊高家园，你喊加油，高家园。现场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的热情的支持，福建队，铁观音。现场球迷朋友们，此时需要你们的热情，一起来福建队。现场球迷朋友们，热情提起来！福建队，福建，福建，福建！接下来轮到郑艺兴的发球轮了，一起来为他加油，郑艺兴。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热情提起来！福建队请求第一次暂停。现场球迷朋友们，虽然现在咱们暂时落后，但是咱们对胜利有着超乎寻常的渴望，希望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为主队来加油，福建队，福建队，铁观音。暂停结束。福建队，
张静篮网得分。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热情提起来，福建队，福建队。家园打手出界，深圳队请求第一次暂停。在大家热情的助威声中，我们伴随着福建女排一分一分的逆袭，继续来为主队加油。福建队，福建队，暂停结束。全场球迷朋友们一起来为主队加油，福建队铁观音，福建福建福建。张静发球的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and a little strong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深圳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球触对方拦网队员。球未触拦网队员，挑战失败，场上比分13-15。一起来！热情提起来，继续来为我们的福建加油。哇，越发越好。棒爽，棒爽。
Here comes the Here comes the Here comes the Here comes the来，继续为我们的主队来加油，福建队。没事，我们再来，福建队。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伴随着福建女排继续来加油，福建队，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黄凤打手出界。好防守啊！现场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福建队，福建队。但是郑欣宜的防守够精彩，掌声送给郑欣宜。福建队请求第二次暂停。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现在第一局已经来到了局末阶段，需要你们的掌声，需要你们的加油，需要你们的助威，让我们一起伴随着福建女排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起来加油，福建队，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暂停结束。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热情提起来，福建队，福建队。现场球迷朋友们，比分来到了局末阶段，希望我们的现场球迷朋友们配合我换一下口号，我说福建，你说必胜，福建，福建，福建。现场球迷朋友们，我们继续再来，福建队，福建队，深圳队换人，八号下，十号上。深圳队场上队长十八号。继续来加油，福建队。深圳队换人，十号下，八号上。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喊福建，你喊必胜，福建，福建。深圳队请求第二次暂停。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现在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你们的热情提起来，一起来为福建队加油，福建队，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我说福建，你说必胜，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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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篮网得分。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1-0，福建队暂时领先。感谢大家的热情，在大家热情的伴随下，我们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希望你们的热情不要停，继续下去，让我们伴随着福建女排继续赢取更大的胜利。希望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第二局的比赛即将开始，热情提前，福建队。张静短评得分。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一起来加油！福建队，福建队。高家园拿手出界。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黄凤浩三得分。同时也让我们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顽强救球的高家园。终于三篮网得分。
来，我们一起为庄雨山的发球加油。我说庄雨山，你说加油，庄雨山，福建队。深圳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来，让我们继续为庄雨山的发球轮加油，庄雨山。新的发球轮加油，郑雨欣。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的热情，福建队，福建队，福建，福建，福建。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福建队，
庆被快得分。让我们一起来为梁桂倩的翻手轮加油，梁桂倩。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福建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为黄凤加油，我说黄凤你说加油，黄凤。来，继续为黄凤来加油，黄凤，福建队。篮网得分，高嘉元。深圳队换人，18号下，6号上。继续来为黄凤加油，黄凤。终于上吊球得分。郑玉馨前快得分。来，我们一起来为张静加油，张静。
comes up,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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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s up.黄凤后三得分。接下来让我们为高嘉元加油，高嘉元，福建队。郑艺兴被溜得分。接下来让我们为庄宇山的发球轮加油，庄宇山。这球没有得分，但是双方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来回球，掌声送给双方球员。黄凤 Here comes up, here comes up, here comes up, here comes up. 全场球迷朋友们来为郑艺兴的发球轮加油，郑艺兴。庄宇珊。现场球迷朋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21分了，热情提起来！我说福建，你说必胜，福建。
张静拦网得分，一起来。福建队换人，17号下，11号上。接下来让我们为叶嘉庆的发球局发球轮来加油，叶嘉庆。现场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的热情，福建队，福建队。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你们的热情在哪里？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福建队。拦网得分！全场球迷朋友们热情提醒，我们来到了局点了，福建队。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2-0，福建队暂时领先。
我心里解不开，在城市里面自由解不难道终究不能进行学院我们吧派不在乎更多胜利家不管你的快乐当然不管你的爱情当然怎么站着在这飞怎么能快乐到谁的江湖三个世界我就灭了你的香烛吃亏让活让我陪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不让烈日分了你的托气你就何必害怕不前程我自有一口气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拿出你们的热情，为我们的主队来加油！福建队，铁观音，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深圳女排的六号球员江静，鼓励一下江静。
现场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的加油，福建队，福建队。发球得分，一起来。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热情提起来，一起来，福建队！郑艺兴拦网得分 ！Monster！ 接下来让我们为高家园的发球轮来加油，福建队！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主队需要你们的热情，福建队，福建队，铁观音，铁观音。接下来为钟宇山的发球轮加油，福建队。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需要你们的热情，福建队铁观音。梁贵倩拦网得分。 Monster Block 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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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 Monster Block Monster Block 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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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 黄凤 Here comes up Here comes up Here comes up。 全场球迷朋友们热情提前一起为主队来加油，福建队福建队。黄凤篮网得分。来继续来加油，福建队梁慧倩。张静探头得分。深圳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建立几个导弹，导弹呢是石墨对方建立。福建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球落对方界内。球落界外，挑战失败，场上比分15-12。深圳队换人，9号下，10号上。朋友们，比分来到了20分。
现场球迷朋友们换一下加油的口号。福建队换人，三号下，六号上。换一下加油的口号，我说福建，你说必胜，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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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队场上队长八号。全场球迷朋友们，我们再来，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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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比赛结束，福建队以3-0获胜。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的福建安溪铁观音女排以3-0战胜了来访的深圳女排。再次把掌声送给福建女排，也把掌声送给深圳女排。现场球迷朋友们可以先暂时停留在我们的现场，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环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停留在我们的现场，谢谢。球迷朋友们，这边的还有这边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1月26号，你们听到了生日快乐歌了吗？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福建女排的球员梁伟凡的生日，现场来宾朋友们掌声热烈一点，送给梁伟凡。是梁伟凡的生日，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的伟凡来庆生。现场来宾朋友们，让我们关注一下两边的大屏幕，有一个精心安排的视频要送给伟凡。来，伟凡，有请。好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也有很多的球迷以及我们的这个铁观音。来，这位是妈妈，来，有请妈妈也一起到我们的场地中央。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全场的来宾朋友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的铁观音的体育俱乐部的代表上场，为我们的伟凡送上生日的祝福。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一、二、三。掌声祝福梁伟凡生日快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神导为伟凡送上一份生日的祝福。就是希望他在今后的这个训练生活当中吧，然后完了以后呢更能够全力以赴，因为我们明年就全国运动会，然后希望反正他能够更好的投入到一个训练里面去，然后希望他就是生活方面的话就是开心就好，开心吧。好，这么突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上的是理想茶叶的总经理张平女士，为我们的寿星送上生日的茶礼以及祝福。来，请合影留念。接下来有请我们福建女排的所有的队员来到伟凡以及伟凡的爸爸妈妈的身边，我们在场地中央留下这一张难忘的合影。好，球迷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大喊生日快乐，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伟凡，送给我们的福建女排。祝梁伟凡生日快乐。Shut up.